去逢年多怪一回，不瞒你了银金的本子在红金之中，故大明天子不好生的。
爹，有功他教授。一交未免，啊，刁大姐，我来问你，方才太大汉，他是何人？他是我的哥哥。那他哪里去了？今天深夜去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龙。李龙啊，我是无忧莲子了。人生天地之间，焉有名字道理？名字道有，是吃了只管将来为君弟而叫，今夜不叫而叫，日子我叫，爱我姓李啊。我晓得你姓李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李凤姐。好一个李凤姐，为君的乃是顺口答话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讲就是。皇上是哪一个吩咐？你们这里有什么刁法？我们这里有三分刁法。哪三分？上东下西。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。好，只要你们要钱就好办事了。你将那名人传起。Thank you.
吧。你怕什么？怕咱了大姐的呀。师母的要与你什么见法？为君的心疼啊。我自己不心疼，你要你心疼做什么？好好好，放下。
方啊，我就看上一看。好，再看上一看，我就再看上一看。不看了，我要不念你是我丁中的客官，我就要骂你。怎么你要骂我？不但骂我，还要打你。为君的指使以来，不曾让人打过，今日打得你就打上几刀。今日让我打，日子我定。啊？不打了。为何不打？他是你的捉拿王。只管打来，为君的不恼。今日不恼，日子我定。就是被他吃惨了，
么？用怎样惩罚你？要用大姐的手，斟上一斗酒，给予为君的手，为君的带不与我的口，饮了下去，妈妈的手。我受伤有汤，汤有米，无米，既无汤无米，为何要我的手抵你的手啊？为君的喜来之过吊吊儿，我闹的这个吊吊儿，真是不真？不真。把银子还我。我去来。传来。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怎样来的？不过是祖先马打劫来的。不错，真是打劫来的。不犯是便罢，若犯了事啊，你们这里就是我尊，银子不要了，酒我也不吃了，走了吧。姐姐，你犯了商议上议啊？你与哪个商议？我弟弟康商议。好，快快商议，我还真主去丢你。今年年到，他的银子那是从县衙白天来的，不管是兵吧，不管是铁木兄妹二人贪车败论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
不开。要等我家姑姑回来才开呢。你姑姑她今天不回来。今天不开。十天不回来。十天不开。一辈子不回来。一辈子也不开。哎呀，这个丫头真是难讲话呀。有了，带我来观察一通。哦，李龙哥哥回来了，为准你再次打搅了。该你在先，请了，请了。哎呀，我姑姑回来了，带我开门。姑姑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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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先生，你夫人
下跪何人？李凤金，跪在我的面前的人，你来朝风啊！方才在天庭，你骂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，我怎么疯了？你不要我，我家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啊？小舅子也不疯了。就罢了。来，这丫头，请坐。不哭哭回来有